犀利。你自己係玩咩運動？我自己打排球嘅。即係你都係排球健將嚟。係啦。打咩嘢？我而家就打緊甲二隊嘅停步。咁之前都係Poly U Team 嘅，就打大專杯，都攞咗冠軍嘅。係。係啦，排球係一個一嚟係一個團體嘅運動啦，咁你好需要溝通嘅。咁要同啲天眉要好好嘅溝通技巧啦。另外自己係要，因為排球講緊係攻同守都好兼備嘅，所以變咗係對自己一個好大挑戰性咯。咁可能每得一分嘅話，咁自己就會有好大滿足感。係咪成日會受傷？會㗎，特別係可能手啊、腰啊、膝頭呢啲咯。咁可能會勞損咯。係。係啊。咁以我所知，你自己都有少少做生意嘅經驗，係同差唔多係同啲傷患有關，係做啲咩生意？其實係買一種叫做簡稱運動膠布嘅嘢啦。咁呢種膠布可以幫你消炎止痛嘅，同埋可以預防受傷嘅，係啦。點解會自己咁犀利，可以即係讀緊書可以做到一個生意，做一個老闆？其實因為我覺得，因為我自己一個有夢想、有理想嘅人嚟嘅，咁我就想喺呢個商業社會度打拼啦。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中意挑戰性啦，咁所以我覺得喺商業社會。你做到成功的話，咁你就是一個有能力的人，係啦，所以我就想而家試一下搞門生意出嚟先，咁始終我後生啦，咁起碼跌到的話可以再嚟過啊嘛，所以就想試一下咯，我想乜都試，而家趁後生，係啦。咁你嗰個生意而家係進展成點？生意大概因為我同兩個朋友一起拍嘅，咁而家生意是喺香港傾緊上架啦，咁喺台灣已經賣緊㗎啦，係啊，咁都。開始上緊軌道咯。